你身体还没好，还是再休养一段时间吧。好的已经差不多了，我要是因为这点小伤就旷工的话，他们该笑话我了。让他们笑去，你的身体最重要。乔静。嗯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会嫌弃我吗？嫌弃。所以你不能放弃，不能灰心，堂堂顾总可不能栽在这么一个泥坑里。那你会陪着我吗？